真的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觉得你很帅，因为我都假出来了，没有不可能。好可爱！一般情况下形容艺人倒没办法，这回呢就把我们爷俩换上来了，别客气啊，上台来的有认识有不认识的，没有关系，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。好啊，从我开始，哎，我呢叫刘九思。作为五队的年轻相声演员，没什么好说的，那还挺谦虚啊，隶属于德云五队。我们的队长呢是我敬爱的、亲爱的、尊敬的师哥，叫烧饼。昨天你介绍他的时候怎么没这套话？昨天他没来啊，特别开心啊。说完我之后呢，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吧。啊，到我了啊，旁边这位呢，这就特别厉害了。有什么可厉害？这是我的师叔，别客气啊，叫刘哲，刘老师。不见得，太厉害，师叔啊！您看看，咱说实话，真的，我师叔是德云五队唯一一个大辈儿。对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我们都平辈儿。啊，他跟那个猫呢是一辈儿。这猫干嘛呢？啊，这说实话，这是我叔啊，这比我们大一辈儿。别老提这个，太厉害了。还是夜宵又得我结账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钱就是我的肝儿。您这个也不行、啊，咱们这样，今天不吃夜宵。太好了。哎，那您是不是我师叔？那勉强当了一会儿。你看看，正经的师叔，咱说实话，我们爷俩一场，我是逗哏，您是捧哏。对，但是我见了人家的面。没有，规规矩矩的，没有啊，真的规规矩矩的，低着头说话，必须的，不敢抬头，低着头说，是必须这样，讲个传统礼仪。莫说我啊，列位，我们队长，我敬爱、尊敬、亲爱的师哥，哪那么多话多了啊？昨儿你还说他一脸小麻子呢，我说不说？这不说、啊，我可没说完啊。啊，烧饼饼哥，啊，敖饼哥，你队长。是，而且现在这么大角儿，那可不啊，四哥，对不对？号称是等于理论上的贵妇，啊，然后多厉害，这么大角儿，见了我师叔照样，真的必须的，低头说，必须低头说话。其实我也挺尴尬。哎，不，咱说心里话，为什么见了面必须要低头说话？哎，懂礼貌，因为你抬头看不见我叔，你必须得见到，哎，叔来了，叔。叔，你在哪儿呢？叔，我在你脚底下呢。我说话怎么别老摸我？说话怎么缺德呢？这不逗逗您吗？我用你逗我，对不对？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哎，这是基础。哎，不逗大伙怎么乐呢？啊，是这话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嗯，哎，但是我觉得这四门功课里边最难的是哪一门啊？哪一门呢？头一门，说。哦，说最难。哎，因为说很简单呐。啊，你想张个嘴就能说呀。对，但是相声人这个嘴它是练过的呀。没错，你必须吐字清晰呀。嗯，这么跟你讲吧，就有这么一段话从我们相声演员嘴里说出来就特别的真正，特别的利索。哪句话呢？这段话这么说的啊，您说说。说花200钱买小猪，滋滋喝水，嘎巴嘎巴吃豆，借枪头扔瑞成子儿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四十你看干净利索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尾音还加一个真假声转换，你看好，那就转换。哎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干嘎巴利索，对，再特别干净利索。是。您莫说坐头一排这位，哦，您是坐最后一排，准能听得清楚。这就是相声人的嘴，对，你换二一类演员，同事演员不行了，是吗？来不了啊。我觉得都可以，是吗？对，你确定吗？一样。我问你啊，歌手算不算演员？歌手当然算演员。哎，歌手如果算演员的话，我从歌手里随便找一位就来不了。
随便提，嗯，我觉得都可以。是吗？嗯，我问问你，哪位？周杰伦行吗？周杰唱歌的，嗯，行啊。不行，不行。你别看他唱 rap 了啊，别看他是那嘴也挺不坏啊，哦，但是他来不了相声。那为什么呀？哎，因为他那个他嘴没练过功。哦，没有基础啊，他稍微练练都行。不行，他说这段就完了，没得听了。我觉得行，没问题。周英哲说这段这么来的，来的。我给您学一学，周英哲这样。嗯。我说你先倒倒倒，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啊？这起范儿。啊，这叫起范儿。学谁得有谁的范儿啊。哦，这叫起范儿，这一起范儿，这就是周杰伦。哦，这就是周杰伦。哎，这是周杰伦。哦，啊，这是周杰。这，哎，没有那个伦，差几个手指头，差一个字的呼吸方面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哎，周杰伦是这样的啊，大学，哎，德字，啊，德字不错的，德字不错，德字这分那个是哪一种多？这这都怎么着吧？知道吧？就像他最能指挥声音才怎样？怎样？超屌的，死了！这时候周杰旁边说：“紫薇死了。”他跟着起什么哄？哎，没有他。你别说这个，周杰伦学的倒还真像。哎，是不是不行？是听不清楚。嗯。哎，莫说是这个，还有吗？嘴里边如果有病也来不了。嘴里有病？哎，比如说？比如说啊。就是语感上的有一种病叫结语啊，俗称叫结巴磕子。哎，北京话叫结巴磕子。嗯，这个咱说心里话啊，咱没有嘲笑谁啊。嗯啊，干别的行业拔了头钩子，哦，绝对头尊。嗯，但是吃这个张口饭开口饭来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因为这个没给你这个先天性条件，没办法。哦，你莫说说相声了啊，嗯，嘴里边如果有结语的话，嗯，就最简单的啊，跟我们开口饭有关系的，嗯嗯，电台，电台，电台报时听过吗？听过呀，一句话的事，很简单，他来不了了，没问题，有结语病来不了，就这一句话，谁都能来。你听过电台报时吗？我长这么大没听过报时啊，你听过？当然听过。电台报时这样的啊，我给你学学，你来。当，当。当，小朋友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有感而发，你真是点歌频道的。没听说我啊，别捣乱啊！我不唱。当，当，当，嘟。刚才最后一响。北京时间7点，怎么样？吓一跳！怎么样，师傅？别老说啊，那么讨厌！不是什么，这告诉你怎么样？啊，其实挺好听。嗓声甜不甜？甜甜甜甜，怎么样？甜都听出糖尿病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不错。嗯，这句结语病朋友来不了了，能来。难为了，很简单。结语病朋友一报时，怎么这样都给您学学来了。当，当，这都一样。当，嗯。哎，怎么了？当，哎，留神假牙。当，哎呀，嗯，当当当当当。阿舅，嘟！我以为盆掉地上了。嗯。刚努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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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病，后一想，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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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北京，北京，北北北京，京京北北京北北，北北北，你有这功夫也得说话不好吗？北北京北北京，时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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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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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点？
刚最才，最最最后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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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，一想啊，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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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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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时间时间是这个是这个，加油。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北京，北京，北京十年，十年，十年，怎么了这？八点半了，太好，就这点事儿，一个半钟头，费劲不费劲？太费劲了，我学的我这俩眼都冒星了。我听他这功夫，我抬头看看表不好。对不对？啊，真来不了，是不错。还有一种朋友，还有什么？吃不了开口饭。哪种朋友呢？哑巴啊，哑巴，什么废话吗？怎么了？啊？多新鲜，连话都不会说，他怎么吃这碗？哎哎，不要不要嘲笑别人，没嘲笑。咱这么说吧，啊、咱不是嘲笑谁啊？我说上帝造人是很公平的，列位。怎么说这话？哎、剥夺了这些，就是哑语啊朋友的这个。话语权啊，声音，哎，但是给了他更丰富的肢体语言，啊，你说那叫手语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像我们相声啊，逗哏演员啊，必须会手语，还必须会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丰富到自己的舞台表现之中。哦，因为所谓相声，相声是有相有声，这话对，对不对？你得有相啊，那没错。所以我们这里边逗哏的必须得有这个肢体语言，哦，借鉴人家。啊，捧哏的不需要，为什么呢？捧哏不用会，因为捧哏唯一的肢体语言就是扶桌子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肢体语言啊！像我们这个还多一个技能是俩手扶桌子，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不因为胖吗？啊，对，你还多一个，把肚子放桌子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你说这手语我也会，你不能会，我干嘛不会？真会，学过。你要真会，我简单考你两个，考考我好吗？随便来，简单的啊，来吧。看好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很简单，这叫工作。哎呦，可以，当然了。哦，我什么？我学过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这个都知道啊。看好这个，还有吗？啊，家。房子，哟，这也会了，知道，牛，没什么可牛，不错，看好了，再来，这叫好，哟，可以，不错，看好了，好上加好，不错，可以，看好了，哎，这多简单呢！这不是不知道吗？这不看好了，这什么？这是顶好。你有病吧？啊，你是不是有毛病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这啊？这加一盖，这就叫顶好啊？这顶到头那么好？这是什么手语啊？这叫啊？这不算吧？真不算吗？那换一个。哎哎，你整句的可以吗？啊，整句可以，整句可以，整句的可以。好，这样。整句先来一个小单词，好不好？不不不，还小单词？哎，一个小单词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要一个字儿的啊！看好了啊！来，我真没看懂，这你不知道吗？没懂，这个这是你们家一辈长辈，长辈啊？谁呀？这你啊，大。啊耶、yeah. 这你怎么不去世呢？你为什么？你是不是缺三对染色体呀、啊、你这叫什么手语？你见哪手语？这不是给您开个玩笑吗？这叫什么手语？这你真会，这不算啊！真会，真会，真会这样吧、啊？
咱也不要什么那个整句什么的了、啊、咱直接来一个有故事有人物有剧情的，你敢吗？啊，这可以，这真行，这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了、啊、听好了啊、嗯、我给你交代一下，有两个人物啊。什么人物呢？一个是小哑巴、嗯、一个是哑巴翻译。哦，哎，您来这哑巴翻译。我来这翻译，你知道为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一比划，您这一翻译，卖卖您显得会得多。啊，显我这能耐。没毛病。得嘞。哎，我交代一下人物关系啊。嗯嗯。人物关系是这两个人呢，打小是发小。哦。一块长起来。是。后来呢，分开了很久很久，没有见面了。哦。今天街上一遇见，哎呦，见了，分外开心。哦。回忆一下过去，展望一下未来。嘿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不错。来一回吧。咱们以什么为开始？哎，您从这边来，我从这边来。哦。我一拍脑门，我就进入人物了。您一拍脑门就不说话，我就是这小哑巴了。好嘞，来就看看您了。好，全靠您了啊！大伙儿看看这哑巴这状态像不像？行吧，得嘞，来一回，咱开始，来一回。好嘞，来。哎，是不是原来我们那街坊小哑巴吗？我看他还认识。小时候，就这脑袋，
是吗？啊？不急，就别啊，弹球啊，弹！我那么大个儿，真的这么点脑袋，桌子上摆一丸子是吗？不像，脑袋大点儿，大点儿。我就走出，砰！哎，这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嗯，是是。哎，啊，我不要。小时候，哎呀，就咱这脖子，嗯，砰！我这脖子是线儿是吗？啊，不急，太细了，这怎么？啊，不急，去去去去。干嘛耍流星呢？去去去去去去！你会的花儿还挺多的。啊，我去！哑巴没事就干这个，不像话！溜溜球还搁这儿呢，这装备还挺齐全的。这脖子这么粗，这么粗，啊、就是哎，啊不就嘣，哎对对对，对是是，哦对，小时候怕，哎啊，啊对，小时候，嘣、哦，小时候特别怕，啊对，哦哦对，哦现在，是啊，哦顺溜点了，啊要这种坏，你刚才在说的什么？我这还是一海龟的哑巴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小时候胖，现在顺了点了。为什么啊？每天到剧场说相声，东跑西颠累。哦，不是，哎，演出，哎，对，哎，演出，不是，对对对，哎呀，是，哎呀，你再努努力就说出来。Thank you.
改变未来。1.7，啊，知道了。对对，我就不啊，大肚子。脸上络腮胡子。这边。这边逗鸟。这边揉俩铁球，别搁嘴里呀，出来。你说的。不出来点，有点萝卜，而且
后边有个饭馆啊，属于拐棍儿。没有，逮谁都乌溜溜的，不是？怎么那么爱玩这个？你拄拐棍没有那个啊？没有，你说的那是我妈。那狗眼没没，那狗眼不没，你不就不double kill。我要有猪腿那钩子，这会儿我就钩死你！我但凡要不是回族，这会儿我都吸死你！哎呀，别讨厌！我妈身体好着呢。伯君，哎，身体好。对，伯君，你给我们家留一口行吗？这是我，平辈儿，比我小，长头发，描眉，抹红嘴唇，高跟鞋。你瞧瞧，喵！怎么说呢？有当这么多人比划这个呢？我去，像话！你说的那是我妹妹。哦，对，那狗眼，那狗眼嘟，溜溜嘣，出不去。我这狗。你能告诉我你使的哪个英雄吗？哪个英雄？什么初衷？你跟我说，这是厉害啊！我自杀了。我去，打刚才一血那会儿我就想问你。啊，舅舅啊，别胡比划。啊，这没有。身体好着呢，哎，身体棒，对，好的，我妹妹，今年22，不，我妹妹今年25了，真的，我特别由衷的想跟你说一句话，说咱们把残疾证撕了吧，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对，25了，我就。你26了，谁问你了？有屁我可没憋好屁。25，干嘛轰出去？不行，不能乱，这太乱。我问你，我妹25。我去，这，干嘛25就跳广场舞去？这个是我妹妹那是你你们俩怎么什么意思我就怎么着
不缺钱啊。啊，对，啊，对。那你有房一栋，有一栋呢。我们家北京仨四合院儿。会说话呀。